拿着图片海报以及一个大竹筒，在华人超市荣业行募集爱心。两位小朋友在妈妈鼓励下捐献投竹筒，对于图片故事的好奇也在志工说明下了解到，他们的爱将帮助非洲一带气旋受灾国度。虽然志工为了不打扰消费者和工作人员没有开口，但往来顾客主动了解后纷纷慷慨解囊。此外，人文学校的学生和家长也把关怀化为行动。大爱新闻之声美志工王素珍、马君台、彭以珍英国报道。